1995年出生的谢芷蕙已经22岁，在谢芷蕙16岁的时候，有过一段极荒唐的时光，与31岁的陈冠希交往并拍下艳照，后来就发生了照片泄露这种事。现在的他还在模特圈中发展事业，微博上俨然网红状态。在其生日的微博里，还有位男士合影。谢芷蕙透露，此男每年为其过生日，还亲切地称呼他为“猪”。应该就是她的男朋友，肤白貌美大长腿，应该可以形容现在的谢芷蕙。6年过去，模特的身高和身材，谢芷蕙一点都没丢，生活也是相当的奢侈。她有很大很闪的钻戒，有一群大长腿的闺蜜，经常背着粉红色的爱马仕包包，带着经典装饰的卡地亚，就连苹果手机都有好几个。这过的是贵妇般的生活，希望能一直幸福下去哦。